相逢即有缘，面带笑容结根缘，不是欢喜做不愿，你对我做相心愿。损我你我笑颜缘，踏入雨点了尘缘，我把好坏皆因缘，慈悲关怀。一生最近的所读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生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感恩咱的朋友对咱的节目支持和爱护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咱慈天必生公服务电话0559160045，我关切多亲，咱再给0559感恩。来，咱来听一段坐火车来拉萨，送我们彰化的咱的。于新华师姐甲朱丽顺先生，咱这东德好朋友啦吼，啊，咱桃园的李师兄、林师姐，啊，有真济吼啊，伫个咱 FB 听节目，咱的道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。伫咱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，嘛感谢咱的朋友，逐天的扶持，非常感恩，祝大家吉祥平安。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。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，幸福的歌来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浪马，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呀，醉在神话天堂。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，终于盼来呀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，幸福的歌来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浪马，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呀，醉在神话天堂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个坐火车来拉萨。这是恭维时间嘛吼，音乐推上来了，就是讲讲话。咱的朋友，咱讲较早皇帝上大啦吼，但是皇帝大，啊皇帝呢，佫问讲吼，
这个太监吼，这赵普伫边啊。啊，有一天啦吼，这宋太祖突然间问这个宰相啊吼，啊，搁边啊呢，这个内侍，伊上界疼惜的这个吼，咱咱咧讲甲皇帝上接近的，就是内侍嘛吼，内侍，啊，就是讲拢咧吼，皇太困啦、食啦，所有这。啊，但是呢吼。啊！这个宋太祖忽然间问这个宰相赵普讲：“啊，天下什么物件上大？”啊，即嘛边啊，这个吼，宰相就向迄个啥，向这个皇帝边啊，这个吼，人讲上界红的吼，啊，这个类似咧。咱较早讲做太监，我就做甲近皇帝身躯边啦，就是上了解皇帝，啊嘛上了解伊的生活作息啦，包括伊的费用啊，要倒啊困吼，伊拢同款的吼。啊，这个要讲起讲上界贴身的侍卫，啊，过来是上界贴身的，就是讲太监。啊，太监呢，佮做家呢吼，你看宰相去予皇帝安尼问嘞吼，伊那目睭就塞位迄个啥，塞位迄个内侍下去。啊，这内侍就安尼笑笑一下，意思讲这我无办法，你目尾塞位我遮来，我嘛无在解回答，因为皇帝即马问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啊。较早吼，人讲皇帝咧想啥，应该是唔是讲伊个妃呢？吼、哦、上了解，是甲伊做伙即个太监，逐天呢生活起居呢，他是最了解。但是即个宋太祖忽然间问即个宰相赵普讲吼，天下啥物物件上大？即赵普叫问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。于是呢吼、哦，看为迄、那个吼，伊、哦、替身的即、這个吼。哦这个太监也去，这个、太监嘛是笑笑讲，嗯，甲摇头，意思就讲，这你莫看我，我无法度甲你暗示就对啦。于是呢，吼、哦，伊就推测上意思考了吼、哦，到底要讲一个有形的物件，啊是吼、哦，来甲讲爸母，吼、哦，啊又就是要甲讲吼，皇帝上大，不过一个有这个太太，意思就讲吼、哦，这个、太后啊吼，叫、哦、有这个太祖太后。我那个应讲，啊，都即马天下上大哩，你上大哩，对哇？但是，这宰相阁未使安尼应呢。正当吼，这个赵普也阁咧思索的时候吼，这个宋太祖阁问啦：啊，普天之下，什么事啦？吼、哦，意思就讲普天之下，什么事项比其他的物件较大了？对啦。这赵普呢，想了阁再想啦，啊。啊，唔知要印安尼也唔对，印安尼唔对，要甲印皇帝你上大，伊还佫有老爸老母咧。啊，我要甲印三上大，到尾皇帝想讲，啊咧，伊都伫遐咧懵啊吼，伊就佫甲讲啊，伊讲普天之下，什么事项比其他的物件较大？这赵普读个了了吼，有淡薄思维讲，啊道理上大啦。只见吼，这个赵匡胤咧吼，拍手笑道，讲对，讲了对。凡事拢爱依循啊，这道理，而且人人拢爱遵守道理啦，吼、哦。即使讲我是皇帝，我也袂使吼硬查，安尼讲怀查硬入朝意思啦，吼、哦。我唔嘛袂使怀咧行意思，啊，只是皇帝嘛爱服从道理啦。啊，这皇帝呢，都拢爱遵守这道理啊，搁再讲咱这官员以及百姓。啊，所以讲上位的人凡事以身作则、啊，的确是很重要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赵普呢，算真吼头脑那未歹。伊甲讲吼，世间什么物件上大？啊，伊真正是茫无呢，都伫遐想啊，真想无。结果，这个宋太祖呢，佫甲讲普天吼、哦，普天之下，佫甲提示一下，讲普天之下什么事项比其他东西都大？啊，这赵普就想到啊，方向就有啊咧吼。伊也讲吼，道理上大。有理惊骗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啊！伊佫甲讲这句话落去，啊，这个赵匡胤呢吼，啊一声就拍脯啊，讲对，你讲了对，凡事拢爱依循道理，而且人人拢爱遵守道理。虽然我是吼、哦，我都做甲恁讲万万人之上啦吼，啊一人之下，但是我嘛是爱服从道理啊。啊，这个皇帝呐咬的吼。伊都爱遵守道理啊，何况讲这万民百姓、这官员，上位者都要凡事以身作则啊！啊，咱嘛是同款足重要的。啊，讲这予咱听吼，就是咧讲，
有时阵啦吼，啊真的有时候，咱今日囡仔讲啊，道理讲真深，嘛无一定讲咱人有路用啦吼。咱讲听道理听到安尼哦，人讲摇头晃脑，说对是哦，今天讲得很好，但是你听了以后，啊，准讲有定拿过嘴啦吼，上无啦吼，有印象啦留咧，但是你无去甲实证，这个道理嘛等于无路用啊。啊，你讲。啊，要甲讲哦，哦，大家拢听了，真正有道理啊，有道理都无法度，人无要去实证，这个道理嘛等于零。来，咱即马听这段吼、哦、好听的梵音了后，咱再来开讲啦吼。伫晋江啦吼，哦，每双讲到这个无奈三昧天王饼，吼、哦、啊，张来到咱的。斗亲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传来，哎、啊，梅香师姐那不是还有下面的吗？意思就讲吼、哦，咱这个啊，达摩要斗这个啥？你要斗这个牛母地无缘呐，啊，即下无缘，啊，伊就想讲吼，啊，无缘就无缘啊，过来找啊呢，啊，即嘛，伊讲哎，下面还不是有吗？吼、哦，啊，有就是。有喜欢听我们就讲了哈，这是嘛是等于是达摩祖师来的，好有一段真精深的，啊是听了真正是袂歹的哈，对咱有正中淡薄知识啦，但是咱有去甲实量啊，无去甲实量，咱都唔知啊啦哈。所以有足侪道理，足简单呢。咱讲道教，刚刚你讲啥？甲你讲哦，啊，得学好样，读好书，讲好话，做好事。但是这大家拢知哦，唔过咱拢是啥？咱拢所欲求难，然后把简单可以做到的丢掉，然后呢去追求你没办法解开的，吼、哦、那个那么深奥的道理，安尼才简单哦。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读好书，学好样，啊，行好路，啊，这大家嘛知，大细囡仔拢知。啊，那如果大细囡仔拢知，应该呢，咱的国家无迄个感觉讲安尼吼，人满为患啦吼。哦，啊，即马人咧讲吼，阴间啦吼。讲有足侪心性吼，啊，拢起来吼，伫个，尤其是咱的阎罗天主啦吼，啊，伫个在做这个册啊，请者吼有修的人落地府啦，我去看，即嘛地府讲人满为患啦，讲关袂落啦吼，有可能我还佫做另外一个十八地狱，因若无这人呢，唔知要这魂啦，这魂唔知要关去倒去，啊，世界各国啦吼。那如果讲啊，咱都有通灵的啦吼，啊，咱都有落地府啦吼，啊是讲去甲地甲洗一遍啊，佮倒出来，啊，咱去讲讲，人绝对会甲你讲三只乌鸦飞过。哎呦，即卖人咧修来修甲全笑的安尼，有人要相信无？不一定你会相信呐、啊，啊，这就是即卖困难的所在啦。
就跟他看清了哈、啊，看清什么呢？看清因跟果了哈、啊。你要个看清因甲果，啊，你就看会透人生的得甲失了哈。啊，你若看袂透人生的得甲失了，咱逐天都伫遐懵，咱都懵袂出到一个方向安尼。大家拢嘛捌，伫这世间你个看，有人出世啊，就出世吼，安尼真高追真富贵的家庭，啊，囡仔呢吼。安尼真健康，啊，无人出世贫穷，无人讲囡仔生落来啊，就吼遐安怎遐安怎，体弱多病，四肢不全拢有啦吼。所以有个人吼，较早就安尼讲啊，讲良生良啦，风生风，为什么？这个遗传学啦，假使讲咱有这个遗传学，咱就会当去解释这个问题。但是为什么有一挂平庸的父母，伊确实呢生了这个聪明、佮可爱、古锥的囡仔？而且这知识分子呢，反倒转吼，啊生一挂智障儿，啊你也讲哼，啊就良生良风高风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良生良风生风啊，是安怎讲？迄做医生做博士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啊做老师的，为什么伊的囡仔，吼、哦，比人迄吼、哦、啊较平庸啊，这爸母生的囡仔佫较无巧，读册嘛是人善良人的囡仔较贤读，为什么安尼？也许吼。哦啊，你也感觉讲我纳闷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老爸甲老母拢在做官呢，啊，拢在吃公家头了，有啥囡仔生出来那这都行的？你会觉得怎么样？纳闷。啊，人这个因兜在做田，因老爸老母也无啥捌，耳目不识丁。为什么人个囡仔读个哈尼啊，管在做医生，还是讲吼读个博士出国啦吼？啊，你做啥物头路啊？甲看伊家庭背景都很平凡呐、啊。啊，既然是良生良，风生风啊，为什么呢？基因突变到那么多，啊，你也去个了解。明明工作的这职场一样，能力一样，为何他的运气会不一样？啊，有时咱常咧讲啊，人比人哦，古早人拢会讲，人比人啊，就会气死人。真正人比人会气死人，就是安尼。咱为这个问题吼，咱去个看。有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因素存在伫内底哦，譬如来讲，人呢为什么袂使自由选择出生的家庭？啊，爸母无多选择，兄弟姊妹嘛无多选择，吼、哦。有个人因为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吼、哦，咱讲兄弟啊，是一个姊妹啊，伊是精神异常的，啊是讲吼、哦、有先天的毛病，伊会拖垮整家人哦。啊，你教伊吼。哦做兄弟姊妹，啊！你讲啊，这爸母都健康啊，啊，又有生几个囝嘛，拢健康的。为什么其中有一两个啊，是拖累这个家庭，拖垮这个家？啊，譬如咱若无了解吼，你就会讲哦，啊，是安怎来安呢？因为六亲眷属一个共业，它有一个共业空间。所以爸母啦、兄弟姊妹啦，吼，因果子就是咧讲咱过去世中的身体、语言甲心念中所造成的行为。金啊，会伫这个金色所产生的影响力、影响力。啊，咱定讲群体啦，有时阵啊，咱咧做这个工作，都我大家做伙来做，啊，这个唔对，大家做伙来做唔对，工业的空间哦，到尾也扭扭做伙，同一个家庭咧讨薄较紧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孔子就讲啊，讲不知命，不以为君子啊，就是咧讲到这个命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今生吼、哦，咱定讲咱人生啊爱修，咱今生吼、哦、所做的一切，今生所修的一切，咱定咧讲修行，修行要改换这个境界嘛吼、哦，修行就是要改换这个啥，改换下世人。所以咱讲修行就是要吼、哦、改变下辈子的基因啊。所以讲这世人的修行所累积的福报啊，加福慧呢吼。哦咱讲修福修慧嘛吼，甲这福慧拢是后世人呢，你爱用的猪牛，也是下辈子的灵魂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世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咱会吼啊，咱讲技艺不如人呐吼，啊，外表也不如人呐，家庭背景也不如人。那你嘛唔免去怨叹讲啊，是安怎安尼？
所以咱的孔夫子又讲啊，讲不知名，无为，无义为君子。是来讲无义为君子，你唔知影名，这个名这字吼，其实指的就是咧讲啥？因，指的就是咧讲这个果，过来就是讲这个业。这个业力是因为无了解因果的存在，咱无多了解命运的由来。啊，既然咱都无爱去了解啊，无爱去了解，你都唔知道你的命运的由来，就更加慢想讲你要去改变，或者是讲要创造命运。你不知命，那你要怎么去改变？啊，咱即马知啊，对无？啊，知啊，俗语讲的讲钱唔是万能啦，但是无钱万万不能。啊，无钱万万不能，咱敢会当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无道吗？啊，若君子爱财，取之无道，对俗语讲讲人无欢财不富嘛。啊，马无食险草未肥。但是如果咱若发这个欢财咧，心中确实呢无这个善念，这个欢好，反正伫你的身躯无报着哦，反正伫你的囝儿时势就报着啊。为啥你的囝儿时势报着？因为伊有享受啊。你赚来遐钱哦，你就是奖金去享受嘛，奖金去塞好车啦，奖金去食食，奖金去奢侈海带嘛，就变成讲你所赚的这些无道德的钱，换来影响你的下一代，你的下一代来替你承受这业果，啊，替你承受这业果，啊，你也想，咱人呢，孔子既然吼。孔夫子既然甲你讲不知名，无以为君子，这个名看偌重要啊！这个名是咧指这个因果甲业力哦。啊，如果咱也是吼无去了解这个因甲果的存在，恁就无法度去了解命运的由来，更加卖讲要改变啦，更加卖讲要创造这个命运啦。古早人讲有钱使鬼的下无哦，啊嘛听我买人拍七头，但是俗语讲哦，钱唔是万能。但是无钱万万不能，爱看咱赚的是啥物钱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即马这个世间呢，现在咱在讲这个阎罗天主开会啦吼，讲人间吼，即个人呢吼，啊拢七八糟，啊有车弄车，啊是讲拄到一挂吼，即马少年人病愈来愈侪啊吼，拢是一挂啥，拢是一挂食伤好的病啦吼，啊浪费车资，唔肯创啥，唔肯运动的病愈来愈侪。到尾也满街啊路呢吼，换种啊哎，有看到这个吼，哎，花佣啦吼，咱讲的讲来咱台湾吼，互人请做看护啊，是讲互请做讲吼，伫咱厝的这个外劳，杀的唔是老人哦。啊，你若如果看到街啊路，哎，杀的拢无看到讲，哦，这街啊路那是老人，那杀老人这是正常的，讲老人会艰苦病痛是正常的。那如果讲若看到街啊路杀的是中年人。还是少年人，还是伫病院咧住院，你若有甲去甲洗一年啊吼，啊去甲看，吼，啊过来就是讲去火葬场去洗一年啊去甲看，尤其是伫要烧迄个所在，你拄啊甲坐一时啊吼，唔是拢烧老的呢，烧囡啊，烧少年的，烧中年的，为虾米？因为咱即卖人食好做轻巧，养尊处优啦吼，无啥物爱运动，食的是人制造的，无一定是好的物件。啊，咱即卖呢，你甲看。连药啊过期都会使标签搁甲裂掉，搁定打。何况这药啊是要防食治病，人都有法度安尼啊。你看像即马这世间，这个因果跟业力怎么会不拉扯？那也无迄个强业，绝对有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像讲啊，这间公司咱为着食头路，你要明知影这个头家回所倒腾啊，这个物件都已经是过期的物件，咱遐员工伊都一个命令讲哦，这日期拢搁甲改过，包装店甲换过。伊顶管指示咱来做啦，但是咱都无多一个讲孝正义感，讲我甘愿吼头路无爱食，吼、哦、我甘愿头路无爱食，我甲你这个代志讲哦，世间人拢知影，都无迄个正义的勇士讲甘愿吼牺牲家己去救足济人，没有这种人。因人一个命令伊嘛照做啊，伊嘛照包，因为民居知影，像人咧做迄个果汁工厂的迄个工厂的，迄底下专门咧做，这。整个食来讲，都拢无香吉士入来，要哪有香吉士纯果汁？工厂都冇车半粒香吉士入来啊！啊，无车半粒香吉士入来，是要安怎有这个吼99%的纯果汁啦？吼、哦，而且纯果汁是为倒来的，香吉士都无安尼一车一车载入来，吼、哦、啊，柳丁嘛无一车一车载入来，啊都无这柳丁皮啊，是要安怎制作出？吼、哦，
无这石膏是要哪制作？哦，啊，人讲上无啊，佫有几趴身的这啥纯果汁，对无？但是大家拢花望花，爱望爱，伊家己唔敢食呢，哎，叫你阿囡仔茫食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果汁你莫啉，啊，迄啥你莫啉，迄莫啉，迄莫啉。伊敢敢大众说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喝。伊敢敢讲牙齿，起来讲伊唔敢。咱人就是已经安那，已经就是啥？因为我为着我家己的生活空间，为着我家己的生存呢，我袂使吼，袂使甲公司吼扯后腿呢。所以我呢吼，就是安尼，安尼爱强健无，哎呀，嘛是有一丝啦责任。啊，这责任呢，啊，到尾啊吼，来讲啊，都好事做过，歹事做过吼，啊，都男男做一回，啊，阿伯吼，这个胳膊个循环倒转来的时阵吼，啊，你就知啊，原来这我哪有分咯？原来这我哪有分？啊，咱这简单的道理啊，吼，莫怪吼，孔夫子会讲无事可为啊。哦，你若有听我，吼、哦，照所讲过遐道理，应该世间无这么多恶心的人，世间无这么多歹人。啊，有这么多歹人，就是因为我的教育，恁无法度承受嘛。我讲的这想过了正，阮无法度好讲，伫这个正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去做出一个真正正人君子嘛，所以我们人类没办法做到这一点。官官相护啦吼，啊过来就吼，枪枪都枪枪啦，啊过来员工对员工啦，同款就是安尼，每一个人拢包装，拢甲包装好好，啊你愈甲包装，啊这代志会愈害无？会愈害，害到尾啊，到尾害着谁？啊害人害己，害着家己死啊！到尾啊嘛是这物件，反正咱家己个囝伊是谁嘛吃会得。唔是吼，讲啊，咱讲哦，饲鸡啦，有咧注啥物啥物抗生素，还是注成长激素啥物，你卖食哦嘿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鸡卵吼，这迄个迄种鸡卵咱卖食，咱家己吼，若要食，咱家己鸡母伫内底生遐，咱家食，咱家己内底鸡母生就好。啊伫外口咧饲个遐吼，鸡条咧饲个遐，咱就卖去捡，卖去食。啊，食死别人无要紧个，家己吼，另外佫留一寡较干净个、无污染个来食。安尼啊，即马世间人就是这种型个。公理伫头前，咱是要安怎，互这个社会改变？啊，这个地球要哪会袂腐烂？一定的嘛，对不？咱即马咧讲哦，啊，地球人满为患，啊，咱来讲啊，即马拢腐烂嘛，腐烂出来咧讲啊，新型腐烂出来咧讲，甚至有讲甲足重的话啊，嗯，咱咪甲当作安怎？啊，遐拢困无饱，遐乱练的，哦，啊，遐讲的拢无遵守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看到那个景象，当然嘛无遵守。但是到尾啊吼，祸害来的时候吼，什么人都无在解救啦。用天顶都是尊神吼，啊你讲什麼？啊你佛祖上兴，佛祖到我都落来给你挡灾消劫，嘛无法度呢。伊咪解头讲海海讲无法可度，三劫莫减年啊，无法可度。安尼无法可度，啊就看众生沦亡安尼尔。啊，所以人讲啊，道理要安怎讲，嘛讲无啥下落呀，你知无？来，咱来听一段。较早人讲皇帝顺治啦吼，啊，感情书。不如意，安尼看看咧，出家较好啦吼。啊，所以顺治皇帝的出家记啊吼，听看卖。啊，咱即马唔免讲做个皇帝啦，咱都凊彩有一出啦，啊，你都未放你啊，你哪要放？对无？咱都感觉有一点啊心机，你都不可一世啊，何况讲要放掉江山，啊，有偌大的意志力咧？啊，所以顺治皇真的是不错的。天下丛林，凡是山，薄雨到处，人君藏。
黄金白云飞未归，唯有袈裟披肩难，真为大地山河主，忧国忧民是尊范，百年三晚六千日，不计生家半日闲。来是糊涂，去是迷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未成身我谁是我，身我只是我是谁，长大成人方是我，何言默来，咱今嘛是想听一个顺治皇出家记。慈莲毕生讲呢，做甘蔗香品啦，香油款、素茶、贡花、小檀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讲吼，啊，咱平常时啊都得用的，吼、哦，咱的茶香、蜜香，就是咧讲，咱的茶咧，吼、哦，有人咧问我讲啊，咱若是要看香谱，香谱其实啊，吼、哦，你的茎，迄、那个香拢会变大长，啊，茶拢会臭变涩，吼、哦，啊，互伊倒，伊才来对，才会当显出的香谱吉凶，然、哦、后。来，伫遮呢，咱感恩啦吼。昨天毕竟讲的九天母娘，甲咱降世的配方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吼，咱的灵草香，灵草它就是没有污染的。啊、哦，过一样就是啥啊，咱即马将这个灵草加龙脑加较济，安尼落去做啥？落去做足特殊的卧香，然、哦、后，那么卧香呢，我们可以呢打坐用，也可以供神佛。吼、哦，点有捌点过卧香的人。也知道卧香、哦、就是这样子，用、哦、这样子点就可以了吼、哦。啊，咱若是讲有这个吼、哦，啊，秋三秋六啦吼、哦，咱的徛香，吼、哦，啊，毛上半层，然、哦、后一斤五百，啊，毛一斤三五的，啊，咱的灵草香，啊，咱内底面呢，甲咱介绍香品啦吼、哦，卧香现在是哦新做出来卧香，即嘛第二届佫做卧香，就加重这个龙脑，互咱的吼、哦、清新，而且又怎样？又能够、哦、让我们的精神精魄啦、哦、精神鼎沛，来咱来卧香。啊，咱若是需要24点钟的香款，无烟的啦吼，无烟的24点钟的香款，一款呢10元，24点钟就会当供养神圣啦吼。咱讲人爱食饭才有营养，神圣嘛是爱有香烟啦吼。啊，所以伫遮甲咱介绍，慈莲毕生讲的香品，香油环素茶贡宝小盘香普灵灯卧香。一同来做这介绍，然后真的非常感恩，那孙亚叔这好奇呀呢。
啊，那就是讲到吼，过去了，真该你蜂胶牙膏，讲到咱的面色，就是吼，活力美化妆品，然后讲到咱的身躯，哦，咱来讲讲，大家拢希望安怎，美容，希望讲咱的这个吼啊，啥物吼会当吼，和咱的身体靠抵抗力，吼，啊，咱就食虫草黄山膏宝，女性专用的金家人。暗时暗困的，暗困的吼，坐落去呢，规暝拢无咧困的，生痘啊啦吼，啊就是讲脸啦吼，不是很好，而且呢吼，又定吼啊定啊，迄项管一项管，那么咱食张之王，哎，它能够平定五行啦吼，过几人就是牛樟芝，它本身就有什么，就有咱讲多糖体啊，所以咱伫遮呢吼，酸的，和咱呢吼肉体比较卡暖，较强壮。好、哦，阿咱阿要结缘，咱直接卡电话啦吼。591605，我关切到只能给05感恩。咱的朋友有兴趣啦吼，要听这个淡摩祖师传啦吼。那么，咱这个三皇平佫继续佮讲啦吼。即马咱老祖呢，伫要渡这个啥梁武啊，无法渡呢，啊无法渡就无法渡啊么。那么呢，这个伊就甲这个娘母地吼，甲赶啊甲讲的这个吼，伊就感觉讲哦，啊我都。要来多啊？为什么呢？拢去拄到这种无神经、无知识的。尊公有淡薄神经啦、啊，但是伊就是未无法度去接受。那么安尼就算了。所以教法尊啦，佮另外佮找啦，佮找这个有缘的人。即个淡薄老祖呢吼，众步来到这个金陵王下城，内底有一个叫做黄花山啦、啊、吼。这神公呢，拄伫迄个所在咧讲经。因为新宫呢，也这周边的这个出家地主啦吼，也是讲在家四众，在家四众地主真济啦吼。拢在听这个新宫底下讲，哎、啊，伊即嘛咧大气这个彩云呢，驾这个法尊伫咧空中咧都听到啊，听到啥？听到这个新宫的讲经啦吼，哇，人天百万听讲呢吼，啊，讲家呢吼，安尼真正是真殊胜未歹。唔过一淡薄来个听就对了，无见性呢。哈，讲到那天花乱坠，讲高见讲得天花乱坠，地应金莲呐，女牛过海，猛马嘶风，神光傲然呢吼。听到伊讲这句句，为滴要落来时阵呐吼，伊想讲啊，神光你讲到嘴甲全破，唔过甲你听听都无啥呢。啊，所以要落来时阵吼，哎就哎哪讲这话就对了，讲来。伊就甲讲啊，伊讲吼，高见啊，讲得天花乱坠啊，地应金莲啊，女牛过海，木马嘶风啊。这神公听到这个老道呢，啊，雄雄落来，佮讲这个话，伊实在是吼，伊讲，哎，啊，哪种从何而来啊？伊讲，这淡薄就讲不怨而来。那神公就讲，啊，既然不怨，为何往日唔捌看过你呢？啊，这老祖就讲啦，伊讲无用啦。啊，为什么咧无用？这个神公就甲讲，伊甲迄个老祖伊甲问讲，啊，为什么你讲不愿而来？应该是会来听我讲，因为伊个名声盖头嘛。神公的意思就讲，我伫遮咧讲经遮尼啊久，应该你这个老道吼，那是不愿而来，应该会听到我的风声才对啊。为什么你拢唔捌来甲我见过面就对，唔捌来求法，唔捌来听经就对？是神公的意思是安尼。但是这个淡薄就甲讲啊，不得空闲。伊讲啊，是安奈不得空闲。伊讲一爱上山采灵药啦，佮爱下海取宝珠啦，啊佮爱修造木棚塔一座啦。只因功过未完成，今日呢脱闲啦。即个拄好有闲浪棚一个啦吼，啊拄好学啦，听到你慈悲的讲经说法，啊所以。老人就落来啊，听看卖安尼啊。这神公听到这个啥，神公呢听到这个和尚安尼讲啦，哦，原来楚和尚呢是要来听我讲经啊，哦，接掌这个经卷啊，
展开开始要讲啦。这老祖就甲问啊，你讲的是啥啦？你即马是要讲啥？我听的意思啦。这神光就讲啊，我讲的是法啦。这老祖就讲啊，法在哪里呀、啊？神光就甲比啊，伊比讲经书写个才清楚，法在经书上啊。这个淡薄就讲啊，乌的是字啊，白的是纸啊，如何有法啊？你既然讲纸上有法，那么来咧，这我摕一张白纸来，我甲你画一个大饼咧吼，互你食看会饱无呢？这先讲就讲啊，伊讲哈，你真正是来乱的啦，你都唔是真正要来听我讲佛法。这纸饼要安怎充饥？这大魔就甲讲，既然纸饼袂当充饥呢，你纸上要哪有佛法？纸能了得生死啊，本属无用嘛，吼、所以讲这大魔呢。我诶，都要甲伊遐经册吼，甲提讲啊，鬼不如啦。既然无益啊吼，你看这经册无啥物路用，提去烧烧掉啦。这神光就真了讲啊，伊讲我讲经说法度人无量呢，怎讲无益呢？伊讲吼，你吼是一个老道啦，你亲近佛法，罪莫大焉啦。意思就讲吼，你亲近佛法，伊讲叫我这经书提去烧烧掉，对众生无利益。安尼，你真正是亲讲啊，亲见佛法。这个老祖就讲啊，伊讲我唔是吼亲见佛法，是乃是你呢自己亲见佛法。伊讲专不救佛之心印啊，伊讲你才是亲慢佛法，因为你不研究嘛，你都无要研究这个佛的心印，这个佛的心印的真法，你都无要研究，只看经书说法，可谓不明佛法啊。哦，这个神光哦，你讲我记不明呢，那么你来定做说法啦。即马神光就掠讲啊，就生气啊吼。虽然咱讲出家人嘛，有时啊，我那撇偏啦。然后来，我你讲，即马吼，这个老祖就讲啊，我无法可说啊，单言一语逆啊。伊讲我生来有一个字啦，吼，需要用这个须弥山作笔啦，四海的水来抹墨，天下的。会这个天下为纸啦，那难写的我这个字就对啦。那要用画，更加无都画到这个形象，看你也看无啦，吼、哦。你要用描的，你也描未成啦。有人呢，捌这字吼、哦，写出来这个图形呢，你都有法度安怎四鬼放光啦，风铃敲声树啦，本来无形象，四鬼放光明啦。有人识得很重妙呢，便是龙华会上人啦、啊。即嘛，这个吼，达摩那个讲啊，伊讲这字吼、哦，用苏米山，吼、哦，用苏米山做笔，用四海水来抹，来抹这个墨水，天下，这个吼、哦，即所有的这来做纸，来铺做纸就对，都无法度写这字啦。啊，你用描啊，描无用看，你也看唔捌啦。所以就讲吼，但是你若捌这字吼，你这个图形你若画出，你若捌这字就对，吼、哦，你就是风铃敲生死啦，本来无形象啦，四鬼放光明，有人识得现中妙，便是龙华会上人啦。我达摩个讲到这，这达摩就一个记啊吼，伊就讲啊，伊讲达摩原来天外天不讲佛法也成仙啦，万卷经书拢免。意思讲，万卷经书都不用了，吼，拢不用。单提生死一毫端呐，神光原来好讲经呐。意思讲，神光原来好讲经呐，神光原来好讲经呐。智慧聪明讲传人，金雕不如达摩多啦，难超三界了四圣呐。哦，即嘛达摩呢，世来一直无专凭心意用功夫啦，欲从纸上找佛法，必占问答洞庭湖啦吼。这就是较早咱常常咧讲的，咱较有咧听到，就是咧听到这啦。听讲吼，达摩世来一直无专凭心意用功夫，欲是纸上找佛法，吼、哦、啊必占啦吼。哦啊，问答洞庭湖，这在咱较早较常咧听啦吼。这神光听了后呢，真正就起来啊。手中呢提着这个啥铁的扫帚，伊个手内底有这一粒一粒的扫帚吼，啊用铁啊做的，伊就提这
去的素珠呢吼，就徛起来吼，就对弹幕就甲修理落呀，修理落你个拍着弹幕这个啥，而且嘴呢，两起嘴去，伊个梯啊，这个佛珠呢，加大粒嘞，吼、哦、啊，一个就甲拍来呢吼、哦，心中大怒，一个就甲拍来，啊，结果用这吼、個哦，这个梯的素珠呢，吼、哦，甲拱一个吼、哦，这弹幕两起嘴去啊，都落来。这脑座要甲吐出来，佫不忍处地啦吼，吐落来，这个血配落去涂骹，又佫做这个三灾大旱。啊，所以讲淡薄呢，要甲吞落去，佫讲这个血会去破这个五脏六腑之界呢。只有就是忍耐吼、哦，啊忍耐吼、哦，这个嘴呢，含着这个嘴气甲血呢，往西方而去啦。啊，这个淡薄呢，往西方去的时阵，这淡薄含血不能言呐。那么呢，心功忍不转嘛。哦啊，如果呢讲这个神功呢，搁甲这个淡薄共走去呢，啊，这么淡薄呢，伊要来夺娘母嘛夺无成，特别夺神功嘛夺无成，这后边还搁有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淡薄含悔不能言，哪想神功呢忍不转，转到江边人难渡啦。看来有缘又无缘呐。啊，即马即淡薄在那念啊，讲母地生根不得心啦，那些西来一座金啦，即座错过难相遇啦，应告埋没在红尘啦。好、哦，这是咱即马神光国家六诶，咱即个老祖呢，就是咱讲淡薄祖师咧，拍出了王下声歌，吼、哦，一个叫拍出来啊，叫拍出来吼，伊、哦、难免呢，当然嘛是会。哦，会讲一挂诗文啦吼，讲咱人吼，就是安尼，探旁门啦，有日华，信口谈论啦吼，口头禅不求施舍，吼、哦，有修行他不求啦，佛法心印，有悟道他不放，无疑真经。这就是咧讲修道人啦，拢无要研究，无要研究这个了事超生啦吼，啊，这个吼、哦、心根呢，一凭你讲的这个吼、哦，这个经呢吼。啊，人伊讲到天花乱坠啦，都难了性命啦。到头来吼、哦，更加免讲吼，有法度好超生了事。所以讲十殿阎君的居眼观啦，崩门内无数人顶，无几个讲会当去了解吼、哦，这个心经的内容，方道修行。啊，所以讲今日的大神光又阁无缘无分啦，唔知啥物时阵呢，才阁有机会啦吼、哦，啊，过来。看到这个神光，意思就讲哦，这个达摩多祖师来去用神光来用这个铁的这个吼、哦、佛珠甲拍断两起喙齿啊，佮甲赶出来这个王舍城外，这个黄花山呢，无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来一届，我就甲你拍一届呢。这个神光甲这个达摩讲，你若过来一届，我就佮同款，佮甲你拍一届安尼，拍到你吼、哦，安尼喙齿无半起安尼吼，所以讲哦。那么啊，无缘啊，无缘就搁行啊，吼！啊，咱这以后再搁讲啊，吼。因为吼，这淡薄祖师呢，吼，伊到尾啊，到神光搁累呢，也搁有啊，后边呢，也搁真长啊，一连串啊，吼。咱就照这个淡薄祖师的这个吼，咱讲以前伊所度过的过程，然后内底有写落来，哦，啊，咱就加减啊讲。但是讲呢，咱以故事的架构甲讲啦吼，因为咱先来讲以故事的架构讲，若要解说淡薄的经义就对啦吼，咱用听的啦吼，要解说淡薄的经义。啊，既然伊就甲你讲吼，纸上无佛法啦，啊，你要搁为淡薄经义吼，这个纸上得要去甲解说，真的会很难呐。啊，咱只是甲迄个过程。娘母地道无成，搁来道神光，搁叫神光拍两起喙齿落掉的。了后，伊就即马淡薄的搁移位对去，啊要搁道什么人？哦，啊这嘛是一个故事啊，我们把它以故事来讲啊，吼、哦。
来主动必成功，咱的宗旨是福林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。啊，咱平常时啊，咱的道亲好朋友，如果那是讲啊，都有事要请示啦，咱常咧讲的一句话，人讲无事天会着垮，有事天会着下啦吼，无事天也垮，哦，啊那是有事天也下，讲唔知要行去倒去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是咱毕生讲的，咱也是如果讲有需要服务啦吼，啊，咱讲问事请示囡仔，就即马等你发觉你也等歹，啊，就无问袂使，啊，甲这个吼，咱讲运作甲处理你的囡仔较快快，伊就愿意排细胞去读书。啊，咱也是讲啊，家庭内底有波浪，有混乱，就是表示先客观嘛吼，啊，是讲家庭事事一寡问题，啊，这个事业运作啦吼，咱下晡是两点半，咱来做些时间。欢迎爱道亲关门慈天必成功，咱的宗旨是福林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，啊嘛感谢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的这个支持甲爱护，非常非常感恩。咱利用这块无量时光来甲咱的道亲做回向，愿意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欢喜，消冤解结心清净。身体健康在人体，家安如意事业顺，必做孝敬光明行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转安乐，发界众生第二苦，一切端正善因，今世会开福缘缘，无量寿福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，无量感恩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